小超，小超，一会儿他说完这段之后，你说何老师，我听了你讲的之后，我学习了很多，我给你表演一段吧，你给我指导指导。对啊，我也受到一个小启发。您说，我表演一个孕妇剧，行啊，像不像？然后让老师给你指点一下。行。又拖着宝宝，宝宝，现在孕妇不像你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估计你的刚才那个动作那个表情是怀着五胞胎。那你上面是有那个不是这样的，那孕妇不是这样，孕妇正常也很正常。你看上街，妈对对，他为什么往两？你看走路老这样，孕妇这种感觉，手老抚摸着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，而你因为你不是强迫你生的。对不对？很高兴的，一见面你打招呼，哎，那如果你演的那个是，就马上就临盆了，马上就不行了，那还能干？在外边，哎呀，这不能这么干吗？对不对？他跟我说我特爷们，说他特女人，我们让他来一段女人的。来，班长，要知道我要来，示范一下。嗯，五位啊。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。对不对？不是，对你这样的有点像哪儿疼似的，这样的就意思。肚子疼。哎呦，还有。那您教教我们妩媚啊？教一下。我当你老公，你给我来个妩媚的那个感觉。来一个吧，我就来一个。你静制动，对对对。